同心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君，欢迎准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你也欢迎的好事闪闪现哦。带大家看下了，你是到冬季好事了解到采集的铁山哦。今天我来同大家小解两种植物了，还记得咯？寒热时节，大家隔壁零下，总会有看到有人种一个啊，一头也是两头。你啊，该绿豆的时节啦，那个太阳是不是讲哦去啊，长一批了，然后拿来擦擦的啊。你啊，该那个热天时节啦，你啊该。日头吼，所以讲皮肤本日头晒伤的时节，你今日是得擦。讲到两位唔对，乡亲朋友，你讲你系乜界咧无吼？听讲哦，今日要冬菇嘅一个育种嘅假期，所以来按星期嘅植物都得系乜界。你哦啊，今日啊，所来老观众朋友咧，好好来了解下咯吼。第一个翻译按照芦荟，你合翻咧按照啊油葱，吼，咪有人讲开封讲野葱。一下是爱实实脚脚来抢到哦 ，Andy 嘅呢个啊，兼俾人来边咯，刘鹏燕、刘太姐啊，来老太家来来做呢个小嘅 ，Andy 实实啊，先来抢刘太姐来老太家上家门下，刘太姐你好，阿飞姐你好，系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系刘鹏燕，我哋俩讨厌也种那时哈，我系农会嘅三小班嘅班员，我专门得个种油葱，嘿，啊俩油葱咧，佮算起来咧哈，你大概啊油葱来讲啦哈，啊你啊最近咧可能东岛嘅朋友是不是想讲，俩个油葱啊哈，啊你喊我按照油葱哈，喊个俩个啊你嘅芦荟来讲啊哈，啊佢是容易讲嘛，唔是医生嘅植物，所以你安好嘅面相，有安好嘅面相，因此我唔知讲，啊佢填充有冬菇嘅俩个营养价值，佢因有安菇嘅营养价值。刘太真已经研究了哈，仲有一部分时间咧，听说对咧当地，就得老诶乡亲朋友来讲下吼，伊个营养价值上哪样来得？记得啊，不是有医生来炒，你爱面诶，实际系日本人，你系日本人来爱诶面，日本人咧对咧养生啊哈，对咧植物啦哈，研究当多，错哈，还记咧，因为家咧幼虫咧，佮有75项以上。个营养的这个加蛋嘞哈，对人人人都有帮助。哈，还佮有地本嘞，有俩啊维生素啦、矿物质啦，哈，啊还佮俩酵素啦，哈等等。啊，记得个1996年啦，个联合国，哈，有个粮农组织啦，佮有研究，佮要俩所有的个植物、水果。哦，佮有效的成分呢，来研究呢，佮对诶人体佮帮助有几多？结果呢，因为幼虫呢得第一名。哇，你啊幼虫来讲哦，大体温呢，真紧是哦，冇安个表示讲，佮上起来是系你个安度嘅对人体有帮助嘅，啊全部当中咯吼，因系经过研究嘅吼，佮系因讲啊所有嘅研究嘅，你啊全部当中算系第一名大体温。所以佮系工业哦，21世纪啊，对诶人体啊最有帮助嘅植物。哦，你个21世纪对诶你了解最有帮助嘅了解植物是系诶你讲到了解幼虫。好，像啊，可能众多朋友老非常穷养啊，哈，啊，透过咧，哈 ，Andy 讲，隔壁邻舍咧，家感是不种一寸两寸安养起，啊，可能咧，啊，讲从爱挑选剃刀，啊，绿多嘛个爱用是又好用啦，哦，讲到咧位啊，啊，像啊，几个应用价值，大家可能是低咧啦，哈，第一个讲到你系认为，第二张眼睛，怎么想讲我来种咧个幼虫系冇？当然你也是第一个演员哈，啊，第一个呢，也就是讲，爱的后生的时间啊，因为爱原本是农夫的职业哦。哎，你讲到你个农夫呀，哈，是动物田、动田间的条路呢，哈，所以你是做农夫上班没？你讲到今年没有种那个油葱吗？哦，没有先。系我后生时阵系农夫的职业，啊，因为劳工的生理而需要人帮忙，所以我农夫吃的，吼，啊，农夫吃的呢，都会给下安用盘的吗？动物盘的，动物盘的。不过印象都爱爱家庭爱天爱体育，哈，啊，后面呢，我劳工呢，差不多我70岁左右呢。家的事业嘛，做下木落来哈。啊，因公婆呢就想讲，哎，娘亲咧，我做了田二村的事业，我就想到啊，后生的时节啦，是看到因隔壁邻舍的木桶啊，哎，就种了一盆一盆的个植物，
哎，当电影色啊，又肉喷喷，嘿，哦，也是您讲的了解啊，油葱啊，了解多肉植物之一啦，嘿，对。俺的门工啊嘞，其实讲因为家妹啊，对啊，管唔好，所以重量也做不，你还爱提一个印象。嗯哼，啊，多咪也不爱想多讲，哎，很美，按做的，好来啊研究了个植物，好啊也是讲来来种了个植物。哦，嘿，我讲你讲到啊，吼，你哦开始哦来啊研究啦，吼，看哎来种的细节咯，吼，按你个啊你种的幼虫来讲，吼，啊像伊个品种各方面可能就多都讲，等于就开始先来啊研究个，吼，嘿，上来现在只部分先来比，先来了解去。哎，你啊幼虫吼，其实实际上嘞，伊是非洲的个植物。非洲该会晓，最早是滴非洲的植物。那佮有全世界啊，佮某名的有2000多种。即按讲，很名很出来的。这个有闽名的，就有300多种。真正做得实的吼，差不多5-6种的。所以很出名的有2000多种，很得出来300多种。啊，有名的300多种。好，啊，很做得实的，吼，因为。你啊幼虫呢，也做滴外用，也做滴内用，嗯，吼啊！但是按底下呢，因为你啊，按着实案的问题，按一定会注意讲哪一只实得，哪一只实唔得，嗯，吼啊！做滴实的差不多5-6种的，啊，所以讲按多种讲5-6种做滴实的，嘿嘿。目前我这家种的吼，诶，有按俩按到美国的翠月芦荟，嗯，韩国按中华大叶芦荟，嘿，好，目前在种俩2种。你头先就讲到一只问题咧，吼，台提是系非洲俩位嘅品种，吼，你讲你俩下种嘅系玫瑰嘅种咯，韩国有一种按做嘛，中花台叶嘅幼虫，幼虫，嘿，诶，中花台叶，按啲其他按啲就糖是啲呀，佢系一个外国嘅一个翻译嘅名咩，吼，是，一个。中花台叶上来，我唐人名啊是知道了，是台湾也是讲也是，诶，啲东方诶，实际上咧，你啊中花台叶幼虫咧，哈，系，佢系啲咧，诶，啲杨芦荟，哈，诶，啲一般杨芦荟，哈，佢改良过来，哈，啊，改良过来，因台湾的衍生种啊是较适合，系，好，啊，当多咧拍点，所以台湾本来是有一种衍生种的两个幼虫，所以两个中花台叶是台湾的衍生种哈，老安的个杨芦荟两种是改良出来的，嘿，人家个故乡的改良厂改良过了，改良以后呢，啊，成功呢就提拔呢就先晒起咧胖虎种，因为成功呢系晒胖虎种，咪就高雄种，咪因为当时呢咧胖虎哈，胖虎佢系个啊海参咪哈，错，因为幼虫佢当太冲，所以也做咧挡风，吼，原先是安尼认为讲佢做咧挡风，其实幼虫当降风，哦。所以本单是话到幼虫做得到，讲海鲜安太虫吼做得炸风啦，吼大风啦，结果冇想到啊，其实这个幼虫体质强的是很疯咯，哦，也是强疯，系哦，你也是可能后来老乡亲朋友个大多一只部分，所以老乡亲朋友讲下啦，吼，跟你啊，你品种各方面是大体有了解的，了解过后你个。幼虫哦，哦种到那一片会下毒好的哦。诶，幼虫哦，佮本身哦系沙漠嘅植物，沙漠嘅植物，对，佮嘅肉当盘，佮是多肉植物，所以讲佮嘅地方佮需要系沙体，排水而好，嗯，好，啊，佮需要呢个日头，基本爱日头也爱水，哦，佮爱有日头，也咪爱有水哈，也是体质重要的部分咯。哈，不过你个哦有日头，哦有水，你都台湾来讲，应该是没太问题呀，没太问题，嘿，冇咁错，嘿。但是也有当有技术咯，哦，有卖到。你啊，中华大叶芦荟呢，因为佮系皮冻泡，皮冻泡，肉冻盆，嗯哼，哈，啊，佮啊冇腐米。哎，个幼虫啊，本身有一个个，你讲草的个秋腔米，秋腔米，嘿，所以有几粒，哎，粒杨芦荟吼，个米哈那虫，嘿，哦，哎，粒中华大叶芦荟的，佮个米吼就当泡，哈，所以讲佮照顾起来也还辛苦，
那因俩浪天呐，因有东北季风，哈，加个风，加个贵个个也要挡背啊，啊，作为因为俩浪天的送色，哈，韩国俩浪风哈，来靠以后呢，佮作为商量物点，哈，物点呢，一般因农民讲安喏，炭疽病。哦，一上木点是系一种嘅，因讲嘅一个病春害咧。对对对。啊，用你讲嘅下讲到嘅一个炭疽病，系咩是系一个，因讲仲要从一定降嘅一个病春害问题咧。其实上咧，其实因为咧环境造成嘅这个伤害，哈，金咪冲嘅咬，咪冲嘅咬，金咪冲嘅咬，哈，因为佢咧环境啊，因为佢系水多，哈，冷天水多，排水排冇好些。韩国咧气温哈，气温哈，好大，好大，天气好冷的意思。佮将因的冻伤用的哈，佮表面哈，就会安尼结烂。啊，你啊结烂的系表面啦，冇要紧。哈，佮佮结烂的，结果一扛，佮就脱的。哦，所以咧，所以讲到因的，你啊最近咧个天气冷，最近咧个落水天的，咧个温水来毒多哈，是，也是讲到，因个第二个幼虫来讲，啊用啲系咩事？应该讲到头先讲，我用热头，我用水来讲，其实我中到第二个室内哦，好，好好来照顾咧。该要因个相信讲，有一个方法做得好，经过个这个啊想法来做起。如果你系用喷的那一种哈，更简单咯哈，今日你系落水，因就拿来热来去。木刀去咧，木刀来，哈，春日头，俺就勒出去咧，勒出去，落背，俺讲晒下日头，嘿，个冷天咧，俺要去勒来阳台，阳台，嘿，啊，莫比强冷，安尼对家的肾脏有帮助，哦，所以是系讲到，莫就。一个吹到风，冇读到水，尤其系冷天的风，冷天的风吹到，啊样子下好照顾，好照顾你啦，哈，是是。好，但是我吃到吼，从因唔会安难哦，唔过呢，头先你讲到咧，吼，一个因啲系读一个沙漠嘅味素啊，吼，所以咧系多肉植物，佢一个种嘅一个奶牛系咩咩强壮啊，吼，因啲爱捞一个啊读沙漠。提起穷人的两个土质上做的，每一天你排水下好就做的，哦，所以两个排水而做好来，而又热头而又水哦，哈，好，你排水做好来，而又热头而又水哦，韩国头先讲到的哈，俩冷天吼降两个因讲到冷风啦，韩国降落水，还有内底要注意，长期来要照顾好两个幼虫，其实。从伊咪唔会冻难吼，喺我注意呢，都有部分加下阵个，来留小姐妹要来讲到，send到两位来聊下。